公布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那么这些书面报告我们都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各个这些提供书面报告各机关并没有这个政务人员来列席啊，所以我们就除非特别要求，我们就不做口头报告。我们请秘书长来做报告之后，我们会先休息，然后再进行询答。好，请秘书长。主席、各位委员、理事先生，今天贵委员会审查民进党党团所提《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以下简称《促转条例》）草案。本人应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台湾威权体制历经解严、解除暴禁、党禁、总统直接民选、七次修宪、三次政党轮替，以及多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